时代改变，改到农白的情形，也下路改难，再个看到，为到保存六对农白的影像，哈维菲黑白中心六对客家文化演起，就来拍的韩国六对客庄人文影像，录像片的正式发通，主题是六对客庄双面神法，民众就做的前看到，录卡地板有囤六对有关的人事物的相片幕，在讲先到过后，还有机会来拍相片展。也希望韩国多人透过暗部的影像来了解客家庄的历史，韩国六对的特色。人生路况好得有相片同重要的时刻记录下来。对屏东竹田人来讲，结婚的暗部两公婆爱托新娘监督同乱学博特的乱夹起来，也是1980年代蔡天张宇的结婚的秀。另一种互拍的相片，两公婆当地的祖门帘，顺向的声音呢，木荡荡的景观。相片图的主角是1980年代屏东女仆头一个祖门帘的人。一张一张的互拍影像，留下的六对客庄一段精彩的动画片。出生在港中人，徛定脚头，无限几年而转业的背影，对经验丰富的摄影师邱才燕来讲，都是一段难得、一段宝的影像。做长炮厂的，嘅储盾。哦，要多做嘅，哦，我嗌嚟要咩？我停落嚟，都等于讲喺，一摊事啊，哦，我都讲有啲主题，唔系讲一下都可以完成嘅啦。哦，嗌人哋咧都讲啊，一年，可能用千多年嘅时间嚟做记录。当黑入人嘅小菜烟，挑长人来去到绿队客庄，热闹去摄烧蔬菜，讲起录相片，佢讲虽然演变演真理，又飞起又眼神，不过看到相片，人才嘅记忆又像看真真，实在动感通。叫做落包厢吼，我熟悉这个片的时间，无归批通啊。无乜嘅爱去做啦，无乜嘅爱钱。因为一变啊吼，归麻烦，归麻烦，嘿，可以看到祖先呢，面，哦，可以看到以前的丈夫，可以看到以前的五个，嘛个五九岁，头九岁，二九岁，三九岁，些嘛个东西，我想哎，有只让我回去想想，让我听哦，个头白人乜人，就像厉害石头人啊，就继续透过了照片再看到头白，这个会转来看厉害些乜人。你这个看到许多金边发哦，不要怎么变那种时候要变发，就像录像片也如何来充电。先前合肥飞县府不启动收客庄录像片的计划，甚至因六对录像片发通正式开始，主题是六对客庄上面的神法。合肥飞表示会收集收藏一条珍贵的影像，同时今年也会办实体同线上展，来保存同流传丰富又多样的客庄文化。下个新闻分享你分支综合报道。